最令人敬佩的接力，澳大利亚四名老人最近打破了一项全国游泳接力纪录，靠的不是速度，而是年龄。四名成员平均年龄90岁，加起来呢刚好360。360小队呢也因此而得名。队里最年轻的小将麦克斯今年呢也已经是87岁了。不过您看他们的状态，比许多的年轻人都要精神不少。近日360小队在悉尼向澳大利亚4×50米的游泳接力的年龄纪录呢发起了挑战。这项挑战呢原计划在去年的10月进行，但是小队员成员90岁的威廉姆在挑战前一天不幸离世。在招纳进了新成员之后呢，360小队带着固有的遗愿再次的冲击了新的纪录。